官方刚刚在粉丝团发布了这张照片，5月20号的中午究竟要做些什么呢？如果是根据过往的经验，礼拜三下午的5点会发隔天 GNN 要发布的东西，不是完整的 GNN， 但至少会是一个小预告。那我们看到这一张图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上次巴哈网友拆包出来的哥吉拉合作，会是哥吉拉吗？还是有可能是全新的黑金呢？还是官方只是在暗示明天是520情人节的一种？总之不管如何，我们就明天中午一起来看一下下吧。现在全国都已经进入了防疫的阶段，大家应该都在家里吧？那如果明天有新一手的资讯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带给大家观赏。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稍微猜测一下下，你觉得下一个合作会是什么？这一张图我觉得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要发布合作了啦，不然不会搞这一套这么费功夫的挤牙膏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你期待什么合作，都欢迎下方留言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